是的啊，小姨，我无互你一个正闹热的婚礼，啊，阮厝内面的人亲情嘛拢无来祝福，你一定感觉真失望吼。那会，我一直拢希望会当变做高太太，今仔日总算会当完成这个愿望，我已经足欢喜啊！我只是感慨，汉生到最后也是毋肯原谅我。你是慢来想啦，这场婚礼不管是不是有人祝福，我相信我这拢是上好的结局。来好好拍拼，我相信我总有一天，汉生伊一定会接受这个事实的。决定，真歹势啦，牧师公伊临时有代志要处理，爱看我才当来，你来阁等一下。无差啦。我拢等遮久啊，无差一点仔时间。姚彦君，啊，阮妈甲管大咧，你敢有通知因？哦，妈伊，哦，我是讲你妈，伊出国去耍啊，伊讲伊想要找朋友散散心啊。哦，我是咧想等恁结婚以后，你也是带秋意，互你妈看一下啦。毕竟以后，伊都是顾家媳妇啊。会啦，我知影。啊！那冠达，自伊交保以后，伊就失踪啊！伊手机也卡袂通，我嘛找袂伊啦。彦君，真多谢你到三江啊！我真想袂到讲，阮国家伫咧遮短时间内发生遮尔大个变化，即摆想想个，也真感慨。其实，我根本唔敢相信你要娶黄秋怡。你敢不知道你打电话甲我讲的时阵，我现在搁咧想，你是毋是甲我讲生笑啊？你要娶黄秋怡，你应该是想要甲我讲，你要甲黄秋怡同归于尽，想要办一场冥婚才对啊。无论是安怎，进前冠达嘛有讲过这款话呢，而且你今麦的口气，甲伊根本就同款，无论是食着伊的嘴喏。敢是？哦，啊，这一点叫做英雄所见略同。无论是祝福还是闹呀，我们要结婚呢，你讲这款话就要拍七岁了。哦，拍死拍死拍死 ，just kidding， 放轻松好不好？放个轻松诶，生气会拍歹气氛哦。交给交给。阿弟，不管安怎，看到你愿意重新振作，愿意为你家己人生负责，我替你感觉足欢喜。今日我代表所有的亲戚朋友，互你祝福。我希望你这段轰轰烈烈的爱情，伫修成正果以后，能久久长长。多谢你，燕君，你肯来我的婚礼。已经是给我上大的鼓励啊！汉生应该袂来啊！我真正是一个失败的妈妈，后生竟然连我的婚礼拢无愿意来参加。佳佳，汉生。这场婚礼会当让这出闹剧做一个收煞，祝恁幸福快乐。
真正袂晓照顾你，哪有人林黛玉敢安尼？安尼看起来嘛较顺眼啊，我迄个想的台爸爸又搁转来啊。姐，你关心我了爸爸？老实讲，无。 我也袂讲出最好你甲黄秋怡迄款话，啊，不过因为我爱，所以我决定要相信尊重你的决定。希望以后你会好好珍惜你身躯边的人，袂阁犯同款错误。我会祝福爸你愈来愈好，愈来愈快乐。 拜拜！拍死！帮我拿地图啊，婚礼准备开始。 郭冠廷先生、黄秋怡小姐，今仔日伫个教堂内底，教会以及双方亲友的见证之下，就要结为夫妻啊。